後轉係啦，拍再轉，哇 ！sorry 啊，係啦，嗱呢啲係爆旋陀螺啦。OK， 越爆越扯火就係呢一隻，再嚟個。呢一集咧，我哋會講旋轉步嘅訓練嘅。其實我覺得咧，低位咧旋轉步咧係除咗係優美之餘咧，仲會有一個好大嘅優勢嘅。其實一個轉身嘅步伐就係合法地推開防守者嘅方法嚟嘅。所以今日呢一集咧就係講點樣訓練呢個轉身步伐嘅。嗱，點解啱啱我咁講咧？我話轉身係合法地推開你嘅防守者咧，因為當防守者貼身嘅時候。我哋除了避開佢、過佢，你是不可以佔據佢的空間嘅。正如我哋啱啱先前都做過半轉身核心運球，我哋可以搶佔佢的空間。有時我哋中鋒球員在籃底搶了個 offensive rebound 之後，我見很多球員咧就會就咁射上去嘅啦。咁其實咧，你的敵人其實就在你隔離嘅。你乜都唔做之下就咁射出去咧，你就見到嗰個成功率都係好低嘅。所以當我哋攞咗個 offensive rebound 之後，我哋加一個轉身步，呢一個就係我哋嘅合法推開你嘅防守者啦。因為喺轉身嘅時候，你嘅力量會好強嘅，而且咧轉身嘅時候你係可以移動嘅，你又變咗就算防守者頂住你咧，我哋一轉咧，我哋都可以撞開佢嘅。明白嘛？所以咧，轉身步對低位嘅終結係非常之咁緊要。所以你見 Kobe Bryant 都不停用轉身步嘅。我哋今日就係講點樣訓練啦。首先我哋要知道咧，轉身步我哋有兩種轉身嘅，一種係前轉身，一種係後轉身，識唔識分？識。前轉身後轉身。前轉身後轉身。後轉身。係。都啱嘅 ，OK。嗱，你記住有左前、右前、左後、右後啊，四個轉身步啊。我哋點樣分呢？第一，我哋有軸心腳嘅，咁咧呢只腳係唔喐嘅，我哋做軸心去轉嘅。嗱，而家呢個叫前轉身，點解呢？就係因為你只右腳喺嘅軸心腳前，我哋叫前轉身。OK， 同一個旋轉方向，用左腳的話，後轉身。所以嗱，前轉身。後轉身，前轉身，後轉身。我哋先訓練如何前轉身加後轉身啊！記住，我哋接波嘅時候，盡量要雙腳一起落地，咁你會比較容易起動，冇走步嘅。OK， 我哋可以 fit 完之後，先做一個後轉身步，轉，然後拍波再轉上籃。明白嗱，睇多次啊！我哋個轉身係 fit， 用個你一開始可以練習用個手踭轉，手踭轉會比較容易嘅。當你轉慣咗，核心可以轉噶啦，明唔明？其實我哋都係壓住個核心去轉身嘅。咁我哋先咁樣啦 ，fit 轉，好啦，180度，你喺條線上邊嘅，再轉180度，跟住放籃。試下 Matthew，go， 係，唔係瞄籃先 ，go， 瞄籃後轉 ，OK。後轉，哇哦 ，very 驚，再嚟個妙籃，你戳個針，唔係戳個針，嗱 ，fit 右手後手，停，唔好平腳先，你係射波嚟啊嘛，後轉，係啦，拍再轉，哇哦 ，sorry 啊，係啦，嗱呢啲係爆旋陀螺啦 ，OK， 越爆越扯火就係呢一隻，再嚟個壓後轉。後轉，後轉，哇，係咁攻擊我喎，出嚟，後轉，誒嗱，唔好又唔好歪腳先，瞄籃先，後轉，推，再左手後轉，係啦 ，OK， 嗱，所以咧，你記住咧，你轉嘅時候咧，你可以將個速度減慢少少先。首先你要將個速度減慢少少先，fit 轉，
過嚟呢度直翻嘅。再睇多次，飛轉轉得唔得？係啊，慢啲唔緊要，慢慢嚟，再嚟。你俾個人轉先。誒，再嚟個，係唔係忍唔住嘅？因為你好想轉身啊嘛，轉錯調轉，右手右手右腳，記住右手右腳升起向後轉。踢再嚟個，只腳歪咗啦，接接轉，係啊，接轉推轉，係啦 ，good， 係啦。如果你睇到地下嗰條線，你就大約知道自己轉嘅時候又會唔會有歪咗，但係唔緊要嘅。你正常轉身是應該向左邊，即是你右手後轉身是應該向左邊的，合理的，明白嗎？只不過我們訓練的時候，我們要訓練自己轉的度數，我們要轉到180度，所以我們才會跟回一條直線，明白嗎？再來啊 Go 飛停，但重點是要射到球先，射後挫，是啦，腳踭離地，推推前後轉，是啦。第二個轉身佢會有少少中前啊，記住咧，飛轉壓轉，唔好中前先，明唔明？你俾自己轉先，用個核心去搖動。如果你個核心未咁有力量去做嘅時候，攞個波帶動自己，明唔明白？準備，推壓，係啦，嗱，記住我哋轉完身，再核心壓停。用核心運球壓停一下，因為你要將個核心收緊，明唔明？就算你喺高速之下嘅後轉身，假設我衝埋去壓，你先會轉得到個人嘅。唔係你轉唔到，你一定要壓停自己先轉。清楚，再嚟啊！壓。推壓實係，唔係呢個前轉身啊？第二個係你左手前轉身嚟啊，左手後轉身。你啱啱嗰個係咁樣啊，變咗右手前轉身，明唔明白？你係右手後轉身同左手後轉身，妙停錯腳，再嚟個腳唔可以錯，係你咪俾人知道你一定係轉身咯，轉係你個踭向後挫。我再講一次啊，記住妙攬後挫壓。明白 ，OK。力量唔夠，重點係你個步伐未熟啫。再嚟壓實自己先，壓轉推壓。系啦，嗱，第二下甩咗啦，壓唔實啦，嗱，我哋可以咁樣訓練咗自己嗰個後轉身個步伐先。咁我哋啱啱其實我哋接波咧，我哋呢一個都係一個後轉身嘅步伐嚟嘅。咁我哋試下用呢一個步伐加後轉身，你可以創造啲咩動作出嚟啊？好啦，又麻煩阿 CM 傳波俾我，做翻啱啱嗰個步伐，接波走埋嚟後轉身。OK， 我哋先做後轉身，後轉身嘅彈步接波，波接 ，OK。然後在呢度的時候，上抽後轉飛油泳，明明你就可以做了一個連貫性的轉身動作，好像真的爆全陀螺咁爆開佢啊！再看多次啊！我哋就是接轉抽後轉飛油泳，明唔明白？同樣啊，我哋練熟了之後，先卡位，係啦，轉身推，俾波過嚟。
要啦。哎呀，咁樣做啊！你通好佢先，真係啦。啊，轉要啦，抽，轉，飛入去。其實飛入咧，佢一個 two motion 好緊要，因為佢難睇咧 ，two motion 就係嗰個我哋飛入飛嘅時候咧，會將條 pelvis 拉高啲，拉高啲，你明白嗎？即係如果我就咁射，平嘅 four， 要拉高啲，飛入飛入所以慣性咧，而家我哋近咗突破線之後，係射 four 嘅 two motion 加飛。对，抽嘅，对，系啦，系啊，嗰啲啊，其实 OK 嘅，朱丽娟，朱丽娟，啊对，系，前少少，系啊，记住啊，我哋卡位，后转摇篮，抽，用力拉个波向后面，你嗰个力量冇咧，个力量唔缩嘅，你射波都冇，记住右手要有力向后拉。Thank you.